半裸男女挨一道裸潮衫，他们做乜当街除衫呢？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星期一朝早得摄氏一度，天寒地冻，仲除正底衫裤，唔通佢哋剔咗嘢？查实都系想攞免费潮衫咋，因为呢间服装连锁店星期一举行一月大酬宾，俾头100个半裸嘅顾客免费着走上下身衣物各一件。咪以为女人先中意靓衫啊，排最头嗰几个都系男人嚟噶。朝早九点开门，身上有数字牌的顾客入到铺头慢慢拣，最后着上深水衣物离开。